哎，这里是回到比赛现场啊，我是神夏。那么，现在是开始第三把，前两把是金诺纽科和 MS 1:1，现在双方也是 BP 完毕，现在进入这个比赛等待场面，少女折寿中啊，东方惯有少女折寿中。第三把了。是的。Hello，又搞我个太跳酷嘞！有金都给我酷嘞！看到你的伴奏，不对，你的原声为什么那么菜？啊，开始了，菜个屁啊！也是开大砍坦克的大招，一撞上去就被炸轰死了，我看了笑死了。好呗，这边比赛是正式开始，我们看一下双方阵容。又有酒了。九这把又被放出来了啊，看来这把是，哇，稳稳十六。哎，反而是 MS 这边又拿到了九。看来是手指这边，就是金钟六克这边不信邪呀、啊，反而是放出了生命玩文。这把办的是巴云蓝，还有 Neat，终于是办掉了 Neat，还有这边强势的巴云蓝。冷笑这位选手，我为什么那么熟悉？很熟悉。是不是做那个什么 I'm still always 那个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啊 I am here 那个好像是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伯利这边出门，封建邮箱这边是 MS， 这边反正又拿了伯利啊，这边是 MS， 这是我最喜欢的 THD 视频，好吧。好，这边是上路封建邮箱单，哎，这边是拿出了全走花，全走花的一个打野八亿保这个妖梦，又是八亿保妖梦，怎么这边换了一个换了一队来保，这边还是愚人宝宝，这秦鲁诺畜生啊，我们可以叫他一位畜生了。施法距离这么长，本身还是肉。哎，为什么地上有个 L 啊？什么梗啊？我也看不见了。什么梗啊？太刀。又要这？难道又是太刀的锅？完了呀！完了呀，没事又放满了。好的，我这边是没有关在 bug， 你们那边模型 bug 了是吧？哎，你看得见那左边那两只狗吗？看得到。啊，那他们游戏没影响就 OK 好了。是的。那应该是这么，这边是手指，这边击中六颗，下路那个钢琴梦美单，然后早苗游走十六上路。早苗和那个阿空上路保文，中路十六，这个早苗应该是上中双路双游啊。ICBM， 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教授单下路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是集中在下路，上路的话，这个封建邮箱应该没生活不能自理啊，这个已经被点了半条血。我看见两只 L 在那边跟狼对砍，我操，好可怕。是的，所以说这年代字母都可以砍人了。是的，这边三花被压了。教授，但是等八亿等级起来以后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这边因为前期封建邮箱前期基本没有战斗力，而且放一个技能的话自己就没蓝了，所以他不敢放技能，只能任凭这个空来点。他前期，但是他由于他有花的存在，所以回血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边生命玩文反而是把线推过来了，那这个花将就有点爽了。打这种强势组合，上路不能推线的。这个生命玩文好的话，应该是把线控在自己塔下，然后这个花妈就一直吃不到经验了。但是这个阿空点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在位，所以把这个兵的仇恨吸引了过来。这个你看，这个阿空一直在点人，把这个兵线吸引过来，然后这个兵线就被打乱了。哎，这个上把不是打大哥的吗？什么时候变成这个？说变成辅助了。这个琉璃圈这名选手一直是一个三号位。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 Melu 啊，上把打妖梦的。
哦，他们这个、啊、谁他的绝活、啊、绝活 ，Melo 他的他的绝活就是这个阿空，他在前期的几场比赛中一直打，哎，这边下路围了一场，哎、这个。绝活，这个走位不好啊！第一次是绝活，绝对奶死了。是绝活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太刀？肉兵线打花花，这个是他的不对啊！是你的锅吧？这个月兵线点的反而被花卡住了，那就是他的不对了。为什么上把的那个中单跑过去打辅助啊？他们这边跟实力都强劲吧，反正基斯补正，没有尼克了，东大大不得打野了，是没有打野了吧？东大大是吧？东大大要打中单，你只能让啊，对霸中单单啊，对霸东大大。这边怎么？哎呦，这下路直接动手，直接飞一下，再飞两下，没蓝了，追一下，砍一刀，捡个树，还有一刀，没有蓝。捡了护甲，四点护甲 ，A 一刀，哦，死了。为什么他绕啊？他直线走不是跑了吗？太刀。对呀、啊，是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妖魔有扫把，肯定是追的。他以为他也有扫把，还有地。哦，那就是妖魔其实是没蓝了。是的。是啊。这波应该是迷的绕路。他想他可能没视野，点不到妖魔状态。是的。知道吗，太刀？小朋友们，你明白了吗？想绕一波，结果是被反绕了一下。啊，这边暂停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打到三分钟啊，野区全走花发育还是比较快的，现在是已经做出了前虾三分半前虾，然后上路生命歪文补刀是13-8，反正算是这边的第三。然后16这边补刀的话是玩家了9，16-3，这个9是5-1。就说这个愚人宝宝，这算是交流差距在哪吗？你知道差距在哪吗？差距在哪里？差距在一个早瞄。是的，这个早他无脑一地啊，然后这边九又不敢放技能，是吧？是的，是不是节奏？其实上一把九有个早瞄，所以他也是个无脑一地。对啊，就是。这个就是差一个早苗，这中单是的，所以早苗是一个体系，我只能说早苗配法师体系线上无敌，是不是这个理？那小号、啊、一直回来，一直回来。是的，这个早苗的回蓝是非常厉害的，华丽回复两点是无色水晶都比不上的，两点的话相当于一个200%的一个回蓝了，前期还没点起来呢，点起来更可怕。3.4的回蓝，他20秒就有一个 D 的摸。是的，就说前期如果没有一个回蓝光环的话，我们看妖魔回蓝光环是0.8，但是如果是一个2.0的回蓝的话，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3倍的回蓝了，三倍回蓝，300%回蓝。看这个9才0.4的回蓝。是的，智力低啊！你看他跟这个16就差了一个三的回蓝。三回摸的差距，好，感觉每秒都在被压制。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说是早苗在中路帮忙拉野，所以这个16可以放心的推线，然后这个兵线又会被拉回来，然后同理的话，对面这个8也在拉野，这边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拉野，这个受苦的就是一个中单了。HD 的中路特别奇怪，就是这边拉野会很干扰这个一般对线，就基本的对线。是的，但是他这个线又不容易被这个小野给消耗掉。这是为什么呢，太刀？而且兵如果太多的话，对这个塔的压制力会非常强。很容易打出那种情况，就是这个辅助线都到塔下，辅助再拉一波野，然后那个大哥被小兵 A 的不要不要，是的，然后要不是一不小心就被打死了，然后不然的话这个塔就被兵打了1/3的血，不小心的早苗过了一个雷，完了。早苗看一下上路，所以中路有时候不好说的，这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上路封建邮箱，哎，这边要上高坡，看到了早苗，早苗不敢打，早苗拿他没办法，
哎，这边围不住，围不住这里。哎呦，一波直接打残，磕起来，风油精磕起来。大药。但是幽香也不好打。我们看一下这把狗花的加点是一二对点的，那么这把的话他狗花如果前期二技能点的早，那个视野是非常的厉害。他这不管队友了，我自己玩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玩我的。 是的，这边有一个博弈，你们照一下就是我最大的贡献了。是的。这个妖梦还是被压了，妖梦肯定会被压的。这边有个八一回血还是压力不大的，哎，这边如果还不杀的话，可能会被杀的。这个满蓝的教授杀妖梦还是有可能的，你这边还不回复的话。嗯，应该他有艾伦卡，可以。但是这个教授加了三级的 F，所以说他的消耗也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强。哎，这边上路是直接风景幽香直接站到高坡上吃经验。好，这边开始反补。阿空这边开始反补，开启二技能。总之这把对线很强啊。是的，总之这边有早苗，有早苗的地方就有对线就强。三路被压这边。是的，然后就靠这个狗花了。这狗花看能打出效果，他们还可以，好吧？打不出效果就很难玩了。但是这狗花又是偏发育的那种。可能他们的发力期没这么早来。这个幽香还是裸阳闪的，这个都是学我的套路，我跟你说，都是我这样玩的，我出门带个这个随手服，然后憋一千二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我然后直接裸个阳闪，然后我 OB 了一下你的出装和加点，然后我就将它做成视频上传了。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出装的了。这边上路是直接风景幽香找到一个机会，看到那个阿空是直接落单，直接冲过来一个十字围杀。现在风景幽香已经到达强势期，六级不点大，然后一二对点啊，然后这个自身的蓝量非常的高，所以现在的话这个视频玩文是有蓝没有放啊。我跟他们不同的是，我六级会加大招。是的，六级有大招是必杀一个人。对，必杀一个人，杀完以后，因为我肯定六级前我有个行者之石嘛，然后我肯定会杀对面酱油一次，杀完以后，然后哎，这边也去看到了一个果花，一个拍 A 一下，哎呦，没有被中野杀掉，是没有抢掉这个大狼。这个果花直接起飞了，五级半了。是的，这个野区直接就找了一个。我只能说单杀对面大哥，我只能问一下，这个狗花一个三级的狗打野，为什么这个狗会死光呢？这是个问题啊。他打远古去了吗？太在意队友了，一直给队友 F， 然后一直没有时间重新找狗，然后自己在顶伤害。对，太爱惜自己的队友了，就是这样。是的，是吧？太刀，是的。我靠，他也在出阳伞，这个狗花也在出阳伞，看见没有？是的，那么这把的话，狗花的定位应该说是一个线上给压力。那么，这个妖梦的话，其实跟这个狗花的作用就同负了。这个妖梦应该是一个单自己单发育，然后哎这边发育是直接被框住，没有结果的。然后哎呦，这个还要追，这边其实一个裸大，然后再接一剑，杀不掉，应该杀不掉。他有艾伦卡吧？哦，没有是艾伦卡，但是还是很困难，非常困难。他有折光的，首先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先裸大，他前面两下伤害肯定打不出来的。先把紫光破掉，然后可以秒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两把，这个十六，我们看到他是十六夜宵夜，第一把都是先做元素秘法石，然后身上补两个妖精护符，撑一下敏捷。你知道二技能这个敏捷加成有敏捷加成的，如果你前期出两个妖精护符的话，对你那个伤害是非有很大提升的。在中单有单杀是吗？中单有单杀吗？有一个十六 A 杀了一个人，大已经放过了。哎，我们漏了吗？漏了一个人头，不知道十六什么时候杀了一个人。你看，杀的是花吗？大开过了。
这个九没死过啊。是啊，不是杀九啊。是十二号吗？花妈算是无解肥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局的话，这个花妈是无解肥的。是的，他马上阳伞了。因为哦，九级阳伞，我操，那波下来。这个花妈本来是不能这么肥的，但是这个阿空送了两波，啊，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太刀说他是一个绝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对啊，绝活啊，太刀。绝活啊，绝活啊。哇，好，又像被奶了一口，然后 F 了一个兵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不不，他马上他一百五，他就可以出阳伞了，看见没？这位爷好屌啊！是的，我们的琉璃圈前期都，他在这个队伍里前期几次都是打一个花妈的，他们这个琉璃圈打封建邮箱很厉害的。我操！绝活，其实封建邮箱也是绝活，这个邮箱是绝活啊，大哥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，十分钟。我也是绝活呀。这个邮箱是绝活啊，绝活啊！这个十六要干个邮箱啊，这个邮箱是绝活啊，干的就是绝活啊，绝活。绝活，没事，他阳伞买出来了，回家补一下。跟队友打团去了。下一个绝活是谁？下一个绝活，你要给谁？你要谁死？蹦哒哒，蹦哒哒的绝活。他的十六玩的很多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活。怎么？来看一下这边，狗花这个眼，野区这个眼，还是看到了很多动向的。这边玩完上路带没人去管他，这边已经做出了前预，然后这边教授下路一个单防御，看一下十分半的经济，是伯利这边稍微领先，经验的话伯利领先大概1800，把全部这个经济全部来于这个狗花，如果抛弃这个狗花不谈的话，其实是反而伯利是线上优势，因为他们有个早苗。肯定的呀，就是这个九，不就这个狗花，你要看他能不能打出效果来。是的，如果像上次那个狗花，就是完全不管队友的毒瘤，是的，毒瘤就完蛋了。我们就是说，这把狗花有一个四级的罩，这个四级的罩，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范围，畜生一样的范围。我们看这个狗花接下来罩哪里？他先买这个行者之石，也是为了就是一直提供这个视野。是的，一直在罩这个中路，一直在罩中塔。一直在造这个中塔，哎呀，这个阿空，这个阿空直接被就是这波，他秒了。邮箱，哇，这个邮箱玩的非常好，节奏找的非常好，刚阳伞九级，这波他知道自己非常强势，直接就是冲别人塔杀的。是的，受到就是没有一点反抗能力，对面来几个死几个。是的，而且这个阿空没有鞋，所以是很容易被先手到。主要他被绝活了，好吧。是的，这个。绝活啊，032，就说他这个阿空保人，效果没有打出来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接下来这个会爆发在下路。首先，这个闪华他有秒表，而且他加了一级的二。是的。然后这个教授没有十字架，来跳过去阿弟一个秒表，然后哎呦按错了，哎呦，哎呦。哎，什么、啊？这个预测还是很不错的嘛。干啊，太刀！两边都有失误啊。全部操作失误。为什么会这样的太刀？怎么会这样的太刀？喜剧吗？这个不是我的锅吧？哎 ，F 那个小野死了。是的，这个妖魔是跳上去直接原地 TP， 然后个叫上去跳上去。摔灯卡 F， 我操，这邮箱不够凶啊！是的，摔人卡可以瞬间抽一百点蓝。对啊，摔人卡，然后丢给 F， 这边要死一片啊。这边开始回复一下，然后八亿这个三级，下路这个妖魔又去找这个圣面玩文了。这圣面玩文，哎呦，拍了他两封，证明自己是一个欧洲人，然后就走了。这时候邮箱一个 F 一个人头，好吧。是的，真的，这 F 刀的下去死了。哎，邮箱要 F， 这个生命玩文，这生命玩这开刀，哇，中出一片花枪，文太远了。哦，要 F 就 F 这个效益，他抬手0.3秒跑不掉的。是的 ，F 一个就死一个，然后这个文就跑了，为什么呢？太刀？为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
小 F 文想多了，而且文有 pad 的。我靠，你看这个画面玩得好啊，就直接就是带队友就是正面跟我抱团，然后巴黎给我加血，然后我一个 F 一个人头，这边全部都来回防。是的是的是的，一个 F 一个人头。是的是的是的，但是这个妖梦刚才打得不好，妖梦应该这时候应该是可以单杀这个。是的，他应该去单带，他不应该在这里耗着。对，他不跟队友的，跟队友没用了。还是狗花过去了。是的，这边花妈、这个、位置就不好了吗？这个右枪，这个走位肯定不行的。花枪花到了早苗、啊，这个早苗要被秒了。早苗了，那可以。好，早苗死了。可以。哎呀，果然一个 F 一个人头啊！然后这里八一剑啊，然后他就死了。但是八一为什么不给艾伦卡也不给大呢？又要死了，要。因为是绝活，这边还有个八一给不给大啊？八一给了自己一个大一大力炮，没什么效果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。这把又是，这就是幽香的一个标准节奏。是的，然后一个 F 一个人头，好、啊，又有大买活。这波应该是个八一救援不及时，哎，这个十六大招，好了，他 TP 的地方不对，大概 TP 二塔，然后直接跳过来先手。接下来的节奏是就是下路，油箱会踢到下路把下塔带掉，已经下路这个生命玩文是直接被那个狗花框盾晕住，然后鱼人宝宝这个畜生就飞过来直接带走。是的，你九这以为是出了八云剑气发生器，那么这个狗是隐身走到哪里它就晕到哪里。你看接下来节奏就在下路，哇，节奏抓得非常紧而且非常好。是的，非常完美。所以这波又是MS 又体现了一个跟上路第一把完全不一样的节奏。你看打盾，这时候妖梦加配合幽香的花打盾，完全零伤无伤打盾。由于还有节奏非常就非常完美的节奏，还有八一回血，八一一剑，哇！杀人拿塔破盾，哇！然后就是把视野压制，然后下视野压制，下路带过去又推你上路，节奏啊！节奏好不好？是的，这个节奏太完美了。而且这个封建幽香无解肥幽香、就是、没有出元素秘法石，这个元素秘法石完全来源于一个九，他们队伍整个只要一个元素秘法石，这就是团队性啊。我也不需要，我是幽香，我也不出了。这个 cushion 放出了一个核弹，这边幽香这个 F 砸死教授直接被秒一个 F 一个人头，教授直接被花枪砸死。黄妈还有盾的，黄妈还有盾，开心。哎，这波有点那啥了吧？是的，黄妈这波太跳了，要回波血，然后继续上。这波妖梦完全没状态了，要回家。六好级，尤香要带点蓝屏的，这个时候尤香带蓝屏，不然会断节奏。是的，这边又是一个花枪中到拉空，一个大招，但是没有大招，开那个不敢开大，但是拉空被卡住了，死了。是的，他没有蓝，开大没有蓝的，他刚才差一点点。他由于自己有盾，所以直接冲上去死了也没关系。而这边八亿加那个他们整个团队只要一个元素秘法石就够了。是呀，这就幽香的节奏啊！你看吧，是的，我也不会出这个的，我也不会出那个什么东西来着。是的，我也不会出那个蓝鸟的。是的，这边幽香和奇鲁诺简直是畜生组合啊！摔人卡 F， 摔人卡 F， 这个教授摔人卡还没用啊，摔人卡了。摔人卡 F。哎，他 F 丢空了啊！F 又花枪打了一个早苗，这边教授是直接只有一级火箭，还有盾，然后打掉一个盾。文文这个时候没什么战斗力了，这边看到了，这个、时候我没有战斗力的，过来送的。哎，直接一个大招给上，这边只能跑，还差一下，一个 F 花枪收掉。这个文两个技能都交了，直接是只能跑着走，所以是被带走了。他只有320的，这边就围绕着幽香打。是的。然后这边阿空，阿空有一直在逼你的塔，你人过来一个个送。是的，哇，这把是碾压哎。对啊，无解和幽香，开旅全场。然后这个秒表的妖梦，哇，这妖梦前期被教授压的比较惨，后来的话直接补出了一个魔力扫把。这边十六跳上来，这波十六大爆炸了。但是还差一点输出，但是差一点不没有差一点，这边要撤退了，赶紧跑，能跑几个是几个。东搭搭好吧 ，MVP 五个金牌，又是他，全场最佳，全场最佳，五个钻石，这波应该又要上 top ten 了。
看到你们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吧，不是这一波应该叫五五十已到吗？啊，这波的话直接就打出了一个，哇，相机出来了吗？直接三千五，直接三千五买了扫把，买了那个天狗羽扇和相机卷轴。我看一下这波，本来经济领先一万三了，打回来一点。咚哒哒起飞了，咚哒哒起飞了。我看一下有早苗的存在，刚才是零蓝，现在的话蓝量已经快回满了，这就是早苗的作用。我还有苗苗，哎，这个文文他有兴趣，但是这个文有1400的血，他买了一个贤者之石，还是别动他的手了吧。是的。又身败名裂，又按照次序了。又按照次序了，又身败名裂了。哎，这边16是被包了，直接跳上来 TP， 然后这个生命玩文走了。现在的节奏应该是他们要带线，他们缓一波。这个邮箱因为它的这个机动性的问题，所以说，需要依靠队友来带线，然后找机会推，不能直接就是盲目的推。是的，我只能说手指这边团战好强。团战他们这边有教授，有阿空，有早苗，这三个人的话起码是可以逼着你不能冲脸。他们现在就是要找节奏，现在优先不能这样正面走过去的。是的，但是这边有狗花，玩得多的人肯定会知道的，他肯定会知道的，他不能这样直接走过去。还有回个小兵，哎，这边上路要推塔，这边还剩一个门牙，这个时候就是魔力全部去上路是最完美的。是的，哎，这边叫魔力杀，哎，不，上路改，你看一下，看这边位置，早苗直接踢下来被晕住，然后早苗有大，这波早苗开大，但是十六不开大，哎呦，这个十六还要追，他没有走，那这边是直接裸大，你这个十六又死了，然后花枪，哎呦，这波死了三个，这还是一个教授，这波可以早点开大呀，为什么不早点开大呢？这波还是手指这边两个酱油的问题，这边六啊，就是说阿空一直在上路和这个九在耗，为什么要耗呢？然后这个早苗踢下来以后是一个人踢下来的啊，而且他应该让十六先踢对吧，然后自己再踢，那十六先掉下来，然后他大招救一下十六，然后再一个 F 把他定住，然后配合十六刷大把他秒了。是的，应该是这个节奏对吧，十六跳下来可以先调整位置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上路这个门就应该放了，如果讲道理的话，你按战术层面来说的话，应该这个门要放了。是的，这个门守不了的，又没塔，踢下来一个个送，裸着踢下来，这边还有无解肥油箱。是的，无解肥油箱，哎，这边出了两个真诚之境啊，也是知道你对面只有法系输出，无论是生命玩文还是十六教授只有一个大招是纯粹伤害，然后剩下的都是法系输出了。太肥了，这花妈太肥了。是的，就说如果你阿空开个大招，我只要直接开个真诚之境啊，你完全打不动。这边没有人有输出，除非你这边十六做物理输出。全场7-4-4的数据，成战率最高。哎，这边是开了一下真诚之境，然后真诚之境 CD 是三十秒。三十。唉，那只能依靠带线，找机会。手势这边，哎，这果然是依靠带线，然后下路的话依靠教授和早苗的一个期限是挡住这个推进，然后上路的话是两个人发育，很正确的一个应对方法。两个人带线的话就不怕你妖魔单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这个幽香他得在原地种花。这边看到一个鸡，信使直接被秒。哎，这妖魔还想干什么？要种花，然后开着那个。但是你这边我说了两个人，你怎么杀？这就不好啊。两个人绝对是杀不了的。哎呀，这就是他的不对了。哎，秀了。两个人是，还是要死的，该死的要死呀。
我是他们得回去了，这波不能再这样打了，回去了得。哎，是的，妖猫死了以后就应该以多打少，但是这边是哎是的，有十六有大，要找机会团灭对面一波的，应该要换的。我的意思是伯利要回去，然后手势的话，我说、啊、看情况吧。是的，手指这边，手指这边如果强打的话、啊、很赚的。哎，这个哎，这边教授，教授直接开大了，要爆炸了。这个幽香经验不足，说实话，他这个时候推进的时候，他应该在原地种花，种完花以后，然后再开分身。这边是直接伯利打出了一波漂亮的反击，这边十六没有蓝，有相机，他有相机 A 的很疼。是的，因为这边真诚之境是开过了的，所以这边手指必须要手指以五打四，就是说上路抓了一个妖魔以后，应该直接跑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应该直接走。是的，那边带线的被杀了，赶紧直接五个人一起走。人家送对面一波团灭，人家也就是被破了个外门，有纹还是可以翻的，很好翻的。是的，有纹，赤壁歪纹一个绝对可以打三四个，没有压力。而且这边是幽香体系，幽香体系的话就很怕这种局。是的，这边一波粉以后他就不厉害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梗，就是这边妖魔没有刷，这边妖魔是一直在打下。哎，看到一个隐身神符，看到一个十六，但是这边还看到一个教授，教授没来了，但是被打了没多久。因为这个教授，因为这个十六是直接裸相机的，所以没有什么生存能力。是的，但是这波的话应该是命吧，没有看到隐身神符，然后空血空蓝啊、空蓝在这里打。蓝也是死，空蓝啊，满蓝也是死，没错的。对，这边开始打盾啊，这边空盾还是非常好的节奏，又回到了伯利的节奏。这边还是花妈带盾，不在前线种花，绝对是失误，好吧？我肯定会在这个塔下，不是就是在那个塔前面种花，种一排花过去，然后就是开团的时候，我先造一个分身，然后分身上去顶塔，人再从后面走过去，见到人我就 F 放地。是的，有分身的话，这个两个花枪中过去，就是有两个花枪，他都是直接 F 然后再招那个招分身的，这样不行，他要先用 E 来招个分身，然后让分身上去顶塔，然后人再走上去，这样子。是的，这样子打。其实这个全走花打会比较好。全走花按照我的想法来打，他如果要打对面生命弯弯带线，他的傲娇应该换成那个馒头刀，他有馒头刀的话，对面有个九有那个飞血。他只要馒头刀上去晕住，两条狗飞过来，这个配合九可以直接把这个四面玩文杀掉。这个时候幽香开个 E， 然后按个 W， 然后一个 F 丢在石榴脸上，我看他就玩不了。哎，这边妖魔是直接站在高台上想要做动作，E, 或者直接 FWD 啊，要秒 FWD，WD 没秒掉，没秒掉，但是秒掉了教授，还有一个早苗，然后这个。九开大，但是这个九开大只能打塔，生命玩文没来，然后推掉了一波基地，这波回不回家？啊，并不回家。这边十六还有大，线被狗花带过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十六夜宵夜有大，看一下怎么说。没说法，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哦，没有。看到你们了。不可能的，赶紧跑，对面两个真诚之境的，是的，跳过来就开真诚之境，这边 DJ 有大，好吧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了，哎呦，还是没用呀，哎，这个方妈跳坑了，我也死了。我看到你们了，全场最佳。我看到你们了。哎，这个花妈直接在一个九球，应该是跳错位置了，但是这个位置是早苗没有看到，反而是把早苗秒了。那、啊、这波对面三元大将阵亡，只剩一个教授，能不能守住呢？对，有想跑啊，跑啊，别站点了。是的。退一下，队友死了，等队友活了一波。等大锤活。你们在干嘛、啊、是的，那这么早苗是不是个 DJ 啊？什么早苗是那个和尚好不好？他大招不就是哦就在这停顿吗？就在这停顿啊，在这停顿。
蚂蚁才是 DJ 好吧，老大招是个那个英雄不朽。蚂蚁不是天使吗？天使英雄不朽，英雄不朽，这个九就是个大锤。哎，这边是这边过来切，文过来切九。啊，这个人捞了两圈就不行。我没有大招，我没有大招。啊，这个九畜生，好自信。老圈都死，妖兽了。十六还有一把，死神被大锤搂死了。这裂空好吧？好裂空、啊。裂空冲大锤的脸，两圈搂死。两拳搂死。啊，这边上路集结一波，下拔光你所有的外塔。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直接下路无限推的。哎，这边是妖魔又跳上来，又秒秒教授，结果教授身上折光比较多，这边是的，打不了了。这边差距太大了，已经是17000 GG。完全无所谓，好吧。教授大招，教授放核弹 ，Cushion。我打没什么用，炸住，但是没有输出。这边16死了。这边大招应该留给十六和文复活打最面最后一波，但是他这个直接放掉了。怎么上嘛？现在还没输出，十六死了。他们哎，这个鸡拿出去干什么？不知道呀。哎，邮箱得背了。啊，这个应该是给自己一个理由了。四名玩文收掉了8亿。邮箱还有一套的蓝，这个文也死了，安迪他死了。这个文，我靠，刚好出来一波兵救了这个文。追不上，追不上，狗花追不上，还剩下个教授。好了，回去吃个相机。哇，被教授。16有跳，直接跳上来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一个标，一标没标空，哎呦，自信回头再追。还要追？追不上了吧？不行了。好像我又把那个东达拉他们奶死了，怎么办带刀？哎，直接跳上来！啊、我赛前好像预测他们赢的。该死的要死啊！该死的要死的呀！我的妖魔要被秀了。啊，你好像说的好像一个都没实现、啊。这东达拉也没死，妖魔也没被秀。我没说东达拉要死啊，我只是说我赛前奶了他们一口。哦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是吧，我赛前好像预测他们赢。不是啊，我感觉他们换位置换得太频繁了吧，一个一号位二号位换到五号位，然后再一个一号位换到四号位。是的，他们本来有个很好打野点，但是辉夜这个点由于是被办了嘛，他们就没有拿辉夜再去打野了，然后就是他们这个一看就打的不是很好啊，这个就他们换位置以后，明显打的不是很好。哎，这边被减速被晕住，哎，很危险了。哎呦，这个十六，如果是我的话就开大跳走了。这边十六有没有买活？两个真诚之境开起来，完全无压力。十六不能买。这边妖魔吃的加速神符。但是他没有大招。没。哇，妖魔有真诚之境，所以火箭打到你身上。GG，应该是GG了。这波十六不能买，完全没有办法。是的，这边十六，这边门冲出来，蓄一秒，哎呀，蓄一下。是的，站一下点，站一下点，加十，冲出加十，加十，冲出来了，加十，哎，这边怎么样？疯狂冲，哎，这个生命玩家疯狂的冲，这个裂空在疯狂的。白蚁没有 F， 白蚁没有 F， 说他们续航跟不上的，要被一直站号，应该要撤退了，首饰是的，有点困难了，怎么还再撤下去要团灭的？是的，白蚁死了，白蚁死了，肯定要跑了，再不走，馒头刀，哇，这个馒头跑得好快，我们在后面收割了，这个16还有8秒，啊，我们收割了，都要死了，全死了，这个狗花应该也要死，这波文好爽了，直接傲娇了。这边狗花是做出了馒头刀，熬不过来拍一下，被晕了一下。狗花移动速度，死定了！有大招，这个裂空，你怎么跑得过裂空？你怎么跑得过裂空？闻一下，身上有4000块。哇！傲娇，傲娇以后还可以再出个半个大件。是的，这波居然又打回来了。那个生命玩完起来以后，手脖子很难打了。
这个妖梦不肥的。他们有一招叫做强拆基地，好吧。是的，有一波 all in 的机会，但是我只能说，打到后期有早苗、教授和阿空这三个大招，三个大团控，加上生命玩物的输出。而且你看我的装备，它是有一个纳税用阴阳玉的，所以超级兵对他来说钱是没有减少多少的，对不对？他 A 兵还是有这个40块的。生命玩文，如果打到后期，靠兵的数量就可以了。下一件应该是要做馒头刀吗？还是？不会，不会，我替身不出馒头刀，是替身吗？我可能做替身或者暴力，或者真诚之击，我可能还会再暴力一点，我可能会出。真诚之击没用的，我可能会暴力一点的。我觉得还是要求稳一点啊。对面很难管他啊，他买完大船再留个买活钱。大船吗？我觉得出个薄利护符也可以的，薄利护符替身都可以。他就是可卖队友的，就跟早苗一起往里面冲的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他就怕狗花一个晕嘛，狗花晕或者那个妖梦秒表。我知道啊，是啊，但是他不吃技能的，他后面再出个龙心，就这样子，他就不吃技能的，卖队友的那种。看吧，局势反正现在把车雷本来是。这边碾压局势，后来又生命玩文起来以后，局势又变了。看一下双方的花灰，这边由于狗花的一个权势也存在，然后这边又要强拆你，这边是狗花，这边那个开大没有救下阿空，这边幽香两个花圈都没了，现在幽香被八亿奶了一口，我看一下他还有个傲娇，现在不是很慌。文文切八亿，切掉八亿，切了一个八亿，因为他有傲娇。然后这边16啊，这边教授大招没开出来，被馒头刀秒了。然后16也开大了，但是没有看到人。但是这边妖梦被文切掉，文。我这等 CD。这个九要被放疯子了。9盾被掉了，然后这边。哎。我死不了。一个晕，看能不能杀得掉这个文。杀不掉，杀不掉。好，这边16死了，又团灭了，火力团灭了。但是看一下这波，有个相机，相机9拆机很快。拆基地，强拆基地，但是没有意义啊。开小傲娇啊，秒掉花妈，太高了，没有意义。哎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能不能近点？快站点，快站点！吧，我操，太刀了！这种局势你都看不懂吗？啊，如果人品好一点，再出两个相机就没了。哎，出圣剑吧，啊，再先出点龙心，先出龙心也可以。是的，龙心的话，对面我肯定不会，我不会出薄利那些东西的替身，替身还有可能，薄利是不会出的。火力太拖了，这个这么大劣势局，你不把别人秒了，肯定要先考虑怎么秒人。哦，直接冲出来开龙心，先拍五秒钟输出再说，反正对面没有秒人的技能，就是这样，就不管了，我就先派出输出，然后我就靠队友去吃技能或者是帮我控制。但是生命玩文有个梗，他那个三技能和相机都是一个魔法伤害。就说对面真诚之境可以挡掉，对啊，是我会大出大船。哎，这边看到了八亿，这个秒表是我会先出大船，然后就强行拍你的幽香，把你幽香拍死，先拍那个，先拍八亿，然后再拍幽香。但是幽香有傲娇啊，这个比较难拍的。拍死的剩下都废物。看情况吧，肯定是要接早苗大的或者接晕的，看情况切入嘛。文是一直都有机会的。哎，这边没有处理兵线，这边是直接下路又来一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就是强拆了，完全就是不管了。是的，一波一波拆。这边如果输出不足的话，这波就很危险。是的，你看一下，越打到后面，直接开两个是真诚之境，然后优先两个大。哎，这边手指看他们的选择是在外面打，就是这一波了。对，就只能在外面打。他们在外面打，进去了就拆。你看文有买活吧，文有买活，文这波可以先进去。但是狗花是全部看到了，我们看到这一波，我看到你们了。教授直接开百合，直接拍意大利炮，意大利炮开始，九开大，然后哇，这哦，就在这停顿，我看到你们了，五十一道，刘基洛 KO 库勒，刘高王刚才 KO 库勒，什么？怎么死了？屌用啊！全是开大，不敌了，开死了，全死了，哎，这停顿，推车。再把车推回去了，
退回去了。守望先锋的感觉，好吧。那这波的话打回来，这个教授我说了，那个手使这边团战非常好打，两个大团控加上一个团战无敌，五秒钟的早瞄无敌时间。是啊，主要我们看着文的发挥好，这个时候就是文了，就是文一个人的游戏了。主要是刚才队友都是他的道具，队友都是他道具。是的，刚才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教授开大的时候，狗花的视野断掉了。没有看到教授开大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。看到也没有意义，他那波下来的时候，右下被秒就已经 GG 了。说实话，你觉得是不是？那早秒开大了，直接强秒了，你解决两个根本输出不足。文就算死了，他买活再飞过来还是团灭。是的，这边那不能被先手，现在要稳着打了。对，这边的话，妖梦要发育了。你这边只能靠妖梦发育起来，妖梦再多一个傲娇，做一个相机。不要出圣剑，出大船可以。我觉得大船出完以后，然后再卖一条命，然后看是不是出大船。看一下啊，是大船，是大船。哎，没有出。他家流血买活，流血买活，不会直接买的，他买了就没有钱买活了。这边石榴一直在给上路压力，然后自己带了间隙发生器，还是持续在外面打，不在那个基地里打，基地打很可能会被强拆，一定要在外面打。看一下这个教授连了，教授百合了，意大利炮开起来，这边杀大团战直接跳进来，炸了，这边我看一下，石榴没秒掉人。看文文在哪？教授没秒，教授看有没有买，教授没有买，阿空也没有买。但是文身边外文被晕住，被花枪定住。这波买活留的非常关键。是的，他这个买活留的非常关键，他没有直接买大船，他都买大船，这波就没了。是。你看我们这个买活，这波还可以跟十六撑一下。买活，十六这波有傲娇。满状态过来。是的，这波是被别人反套路了。你这个教授，这个教授的意大利炮还是要连身边外文啊？我现在还没有龙星 CD， 飞过来，但是他没有技能，他就飞过来了。没有 CD， 开傲娇。哦，有 CD 了。开大。开大，回家补一波。回家补一个。补一波再来。在干嘛？回家，先回家。哎呦，十六死了。在干嘛？一定要补一波啊！这个十六。赶紧回去。十六买活。来，我喷死他了。搞得我心惊肉跳。都不会这么玩。这边买活两个，想这波打下来，但是实际上已经打不下来了。发狗花，开龙星，龙星开龙星，控制大九，开 W 控制，然后开傲娇，刷着八亿啊，八亿两巴掌拍死，还剩一个九，哎呦，买活守下来，然后买活的人过来也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，打不过人。大船已经出了，现在就是等个买活。他们这个文要等个买活，不然死了就不行了。是的，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觉得上路那个兵营没必要推，直接下路无限推就可以了。这边跳过来直接先给一个下路，这边还想打，但是没有留到人。是的，这边是不给机会的。圣明玩文还在持续，圣明玩文还有两件装备可以更新。嗯，他是有还有两件装备可以更新，但是他现在更新不到了。是的，游戏会在那个之前结束，他现在就是等个买活钱，然后把自己就保持不要死，就一直买活就行了。对，就一直买活就行了。现在我感觉他很难打到那个钱。是的，现在虽然是手指只剩一个基地了，但是却是一个五五开的节奏，就看谁打赢一波了。是的，这边手指没有买活，双方都没买活了。现在手指是没有买活，博利是买不起。看一下按，你按一下 I 嘛，就一个九可以买活。是的，这个九还是个死人。哎，直接跳过来要秒妖梦，哎呦，但是开出了傲娇。但是大刀傲娇了。哇，这两个 cushion， 两个团战爆炸。但是他两个真诚之境把技能全挡了。啊，这个这边十六不能买活。十六没有买。没有买活。要追这个阿空，阿空应该是死地上了，身体歪歪。他妈有点尴尬了。这就很尴尬嘞。十六没买，很尴尬。就看着文怎么发挥了，文现在看看能不能切掉右边的这边狗花。他八亿，
杀八亿吗？杀错人了，杀楼上的。杀错了。哎呦，还倒了，怎么不杀楼上的？杀掉了，杀掉了，但是。又不是我在玩啊。他为什么搞错人了？你好不好？是的，肯定是杀右边的那个泰德。这边还没有兵线，哎呀，这边。哎呀，这个阿空。好，这个文我看一下，他讲个技能 CD， 这个文很危险，优先没有 CD， 赢不了他，但是他直接不管了，往基地走，直接往基地走，加一个 D， 找苗开大，直接顶着过来，文哇神出，哇 A， 文继续 A， 哇一巴掌大船一个暴击，狗花也要死，狗花哇馒头刀打不掉，跑不掉，跑得掉吗？灭空哎，多 A 两下，我觉得手势赢了，好吧，对吧？是的，这边买不活，这边还不好说，还要灭两波，可以买活，破个外门，对，还这波还解决不掉，还要灭两波，应该还得更新一个装备，直接更新了个羊刀，看一下这情况，直接一个 W 飞到前面去，再踢下来谁死谁，哎，这个回有问题啊，他还有500点血没有回满，什么？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没关系，现在都不是关键。有300血就可以杀人了，有羊刀的，这看见人就可以杀了。对啊，看见人就飞过去秒了。这边都买不活的。那么这边就一个九可以买活，九买活了肯定是会直接秒。刚才那波可以打出一个，16秒掉16，完全是靠那个狗花一个视野，狗花视野太好了，在下路无解先手。那八一不能露头，一露头就要死。这个妖木太强了。上路也在逼，两路兵线。是的。妖梦太穷了，这个妖梦没办法，他跟队友一直打团，然后没有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超级兵了嘛，他没有线，文可以发育，他发育不了，没有兵了。是的，我就说还是说他只能跟队友杀人，但又一直被团灭。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伯利啊，手死上路不应该推的，应该直接推下路，无限推下路。嗯，就算推下路，我觉得。也就是如果还是这种团战的话应该还是不行的。不是的，上面上路这一波的那个机会你如果推下路的话绝对是拆掉了，已经，因为你上路能推掉的话，那一波技能肯定能把那个基地推掉。有道理，是有道理，但是你怎么说呢，很多因素吧，就是比如说线刚好是上路好，然后那波刚好机会只能推上路，对不对？有这种情况。是啊，这个是很经常见到的，就是这边玩你不一定有那种机会推这路。是的，咱们看一下这边。现在就是文的一个经济已经打回来了，经验的话凡是首领先。文马上有买活了，他一分钟有买活，然后他装备是六神，现在最强的时期，还可以上路给压力。再换，但是就肯定是留买活钱吧。不是，把天狗换掉，换成一个，给换个寂寞。换寂寞，我觉得是我肯定输寂寞了。鬼神镣铐，好吧，太刀新画的图标，尊重一下，尊重一下。他自己叫寂寞了，又不是我。啊、有点小习惯的，要改一改。这边又准备先手，看一下，这边眼看到了，看到这边所有人，我看一下，谁都没炸到，这边直接撤了意大利炮。这一大力炮绝对要连生命玩文的呀，肯定要连生命玩文。冲了进来，文直接过来切邮箱。哇，照炸弹停顿，巴掌，这边给大救下邮箱，看到8亿冲过来，八亿，他好像失误了，八亿直接一巴掌就拍死了，这次问题不大。一个花枪，宙斯扫描，文继续过来，哇，十六这个大招，多少人都是文的漏，好吧。对，这边哇，这狗花两刀，狗花妈也一刀，一刀一千，一刀一千，暴击，一个暴击就死了，直接 TP， 哎呦，没大招，有大招，啊、狗活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太刀，他不暴击啊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太刀，可以更新寂寞了，是我现在肯定就是飞回去买个寂寞飞过来，是的。买个寂寞飞过来，我操！这波哎，还是不要做。他家没续航，还是有机会这边。是的，这边只有1200点血，先开个大招，哎，把下路兵线。不过问题也不大了，其实。是的，这边就看这妖梦了。妖梦如果能把这个文秒不掉了，这个文。
你这个文有29点护甲，你要么凭什么打？一起配合啊，配合杀他。怎么没大的，救不了他。人被先手到，就一点点机会了。哎，这边花妈出来盯住了，但是他没有跟队友输出，没有打。哎，买活两个狗花，就看这波了，直接秒十六，秒十六，十六秒了，直接秒了。十六可以买吗？不可以买。这边要撤退了。可以买，直接买了，直接买了，欧赢了这波。买了，但是他们在追，在追。现在文半血，他不敢上。看这个文，如果有寂寞，肯定飞上去。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。哎，这边蚊子过来要秒妖梦，哇，一巴掌把妖梦打残了。但是被控制了。你看这边没买寂寞。他没有买活，没有买活。这边九啊，刚买了。那买了，输出非常高。哇，两巴掌拍死阿空。不一定有用啊，这时候他队友又被晕住。哇，这是个三秒，3.5秒晕。他过来没有用啊，现在他又没寂寞。是的。怎么敢突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就是这个寂寞的问题。是啊。啊，对的，他1200血了，直接被秒了。赶紧带球。他如果是个寂寞，他是3000多血的一个文。完了，这边上海刷新了。3800血的文。上海刷新。30000金币的文。好吧，然后被疫苗躺不是怕的问题，他刚才是1200血，他如果带了寂寞，他血会回满，他就是3800血，这个完全都不一个概念的。是的，多1800点血，打出好多输出，对面没有爆发的。2800点血不是，对面没有爆发，可能要被人一波了，因为十六买不活的。是的，十六买活是很尴尬了，这就很尴尬了，而且他也买不活。但是这波还没有寂寞，有意大利炮，好吧，给意大利炮一个面子。这个文你看没有续航，难受死了，一定要在外面打，不能在里面打。文只能冲了，只能冲了。哎，文把大招开了，而且龙心也开了。意大利炮，意大利炮，这就很尴尬了，搞不要开大。哎，意大利炮没有连，他没有用土蜘蛛之息，没有死，我死了，就死了，买不活吗？买不活。哎，这边开了一个圣骨笛，看情况，圣骨笛接20%输出，这边还要杀邮箱，邮箱没有死。开启傲娇，哇，挡住一个妖梦大，大打中。这边全军突击，文文又无敌了。我操！继续杀，还有个幽香，幽香再飞过去，死了。畜生啊 ！Ultra kill， 换不换？还不换？还不换寂寞？啊，鬼神！我觉得是活力最好的机会了。是的，太不快了。他还得换个寂寞，但是我估计他不会换了，因为对面死光了。疯狂带球，应该是带线了。带完这一波，他要回去，他要等十六，十六 TP 下路继续带。他回去了，还是回去了？回去出装备了，买寂寞了。还是这边妖梦没有起来，这个妖梦起来的话，这个文绝对不会这么跳的。我帮他买好吧。鬼神镣铐，走一波一波，把车推过去，上推车，堵门，3000血，我是多1800血，这把1800血，然后还有超强的回血，是的，现在，其实我觉得感觉这个鬼神镣铐不显示的，寂寞回血是直接不在这个加9.2里面的，就是说不被打断的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这个回血有点慢啊。看情况吧，这边还开个塔防，研究一下怎么打。然后这边看这个自己不是很怕，但是这个阿空没能打断，这边直接拆地，完全不管那个阿空，完全拆地，疯狂拆，我靠，哇，这个十六，这个十六，这边没有塔防了，爆炸。Nice， 十个人都没有买活，太帅了，对吧？52分钟大战，人头49-50，世纪大战。刚才我们看到最后一波十六叶开大以后，疯狂的跳，是将自己移动速度叠到最高，然后疯狂 AA 爆基地，开大以后刷三技能，见过吗？是这样的呀，太刀。是这样的呀。居然没被我奶死，我操！
是的，现在的话难死了。MS 二比一达到赛点，那么休息一下啊，好吧，高涨的情绪啊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不是激动六颗赛点吗？是激动是六颗赛点啊。好，激动六颗赛点。激动六颗二比一。啊，这边这个奇鲁诺也是没有发挥出，没有强势到最后啊。其实这个九他们还是他们，如果无限推下的话，这个生命玩文发育空间是没有起来的，一直给对面压力，对面是没有带球机会的。还是说那个狗花那个傲娇其实出的是没有馒头刀那么好，如果他第一件出馒头刀的话，配合那个飞鞋，看到生命玩文直接馒头刀冲上去一个盾击 3.5 秒，然后配合队友绝对可以造成击杀，因为他有一个视野，可以在生命玩文那个视野外做一个先手，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啊！你让生命玩文起来了啊，他就是无敌，好吧？生命玩文第一后期，我们那个放个广告啊，期间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个机动六颗赛点局。